抽到了 SSR 西药。来吧，大家一起共富贵。叔叔，我饿了。嗨，朋友，请救救这个饱受饥饿的孩子吧！据说半夜夜深人静时，中大奖的几率最高，凌晨一点就是最佳时机。今晚陪我的就是你了。大人，是你叫我吗？大人，你要松果还是彩贝啊？大人，我都行。算了，我不行。据说在符咒上画的图案越精美，召唤的式神越强大。完成了，结合我多年美术功底，配合过人的审美涵养，耗时数十分钟精绘而成的呕心沥血咒。不会错的，这次召唤出来的式神一定和我一样高大威猛，放肆绝世。那个，你这么夸我，我会不好意思的啦。嘿嘿嘿嘿嘿，都是别人的。